爱心的补给站，计划赶不上变化，大家今天看不到我的 partner。那今天张汉正的同来是同肉的，有汉贝，汉贝，汉贝，谢谢，时时刻刻想着你，有情绵绵抛不开。由品事业部办理寒冬送暖活动哦，从101年起的缘起，从加油积点爱开始，现在目前已经迈入了第10年。那我们所有平厂的累积已经超过了4亿点以上，现在我们兑换物资总共有超过400万，我们透过所有基金会，透过所有村里，然后转达到我们社会上里面一些弱势的家庭跟独居老人。那至于今天这种爱心送暖活动的成果发表，那是我们每年会在加码去办的一个活动，等于说我们在一些的正常活动以外，平常加油积点以外，我们在年终之前我们会办一个月的活动，做一个爱心送暖。那这一个月我们平常都是只有一个月的一个加码活动，那在这一个月我们就成就的有70万的物资，就在今天能够送给所有的独居老人跟弱势团体。刚的摄影镜头，让我们将这个充满爱的时刻记录下来。那去年比较特别，去年是感觉，然后在前一年那个邀请，还一直让我一直有啊，然后在这边也深深的预祝我们自己在这边，当然要非常感谢，就是现场所有的小毛毛雨，对，所以我觉得今天就是真的是一个非常棒的日子，然后大家可以就是从今年算是过关之后，真正的站上舞台，当上一笔，在这边深深祝福大家有一个美好的一天。